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些小野鹅啊，就两个月的时间，现在羽毛都长齐了。你看，这是一窝，就是一个家庭的。看，这也是一个家庭。有游客在这里喂这些野鹅，野生动物。其实啊，这些野生动物都是有专人喂养的，都有上面湖边都有那个告示牌，让这些游客不要喂这些野生动物。有人吃的这些面包，不能给这些动物吃。都是一窝一窝的，它长大了都也在一起。长得很快的，就两个月的时间，这个羽毛啊就都长齐了。看，这是一个一窝的。这就是那么一窝。小孩子睡觉，父母在警戒。这就是前面我拍的这些视频，看这些小条全部已经长大了，都在一起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